连绵的太行山脉是中国东部重要的自然界限，这里也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很多拳种就诞生在这些并不起眼的小山村中。几百年来，尚武之风盛行，沿袭至今。陈家沟坐落在太行山东麓，河南焦作温县城东的清风岭上。因陈氏人丁繁衍，加之村中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而得名。因一位奇人而为世人所知，但是这个人并不姓陈，他的名字叫杨露禅。杨露禅在陈家沟学成了一种精妙的技击术，随后把他带到了北京，在擂台上打遍京城无敌手，人称杨无敌。人们被他这种高深莫测的击打方式所吸引。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先生观其武艺后大加赞赏，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有太极浑圆一体一派流传最广。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缩小运动当中的误差，建立以丹田为核心，移动全动，节节贯穿，一气贯通的运动体系。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王庭依据祖传之拳术，研究了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拳经和多种内家拳术，结合医学的经络理论和儒家道家共尊的太极阴阳学说，创造了陈氏太极拳和双人推手的练法。第一个特点，运动缠绕螺旋，缠丝劲。什么的缠丝劲呢？用缠丝的方法练出来的劲叫缠丝劲，缠绕螺旋这个运动方式算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快慢相间，圆慢，圆到方式快，圆活的动作，轻柔的动作，到发劲的时候就变方，发劲的时候。第三点，它保留了穿蹦跳摇、腾挪闪战。第四点，它有第一路柔和缠绕的动作为主，那么当建立了这个运动体系之后，连炮锤、穿蹦跳摇、腾挪闪战，快，比少林拳还要快，气节、推手、搏击，都是应当在第一路拳有相当的基础。太极者，阴阳也。那就是阴阳学是思想，阴者属柔，就过渡到太极拳这方面来了，结合到太极拳上。阳者属刚，太极拳的刚柔相济，所以可以讲它就是刚柔的拳。还有些人说太极拳就是慢慢的一发劲，他说这不是太极拳，这是功夫，这是一种误解，误解。真的就有刚有柔，有快有慢，都是在一个运动体系为基础，可以快，可以慢，可以发，可以柔。陈小旺先生引入了运动体系的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太极拳的运动体系呢？缩小
运动当中的误差，建立以丹田为核心，移动、全动、节节贯穿、一气贯通的运动体系。就那动作呢，要求具体来说，从六点来注意，可以比较好的掌握。哪六点呢？一、躯干；二、重心；三、什么时间移重心；四、身体的方向；五、手的方向；六、手的位置。如果这六个动六点都做得对，气会跟着你走。气会跟着，气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主要是神经，会感觉有热流。我们一遍一遍的练习，就是为了缩小误差。缩小误差的过程呢，叫下功夫。25年的运动员生涯，时太极拳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和所有练习者一样，每天都会打一打，想一想。而每一个时期，甚至每一遍行拳之后，都会产生新的感受，这就是太极拳的魅力吧。这一次拜访传统太极拳名家，是我多年以来的心愿。我深信，太极拳的精髓就在民间，就在这片孕育了太极拳的淳朴大地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陈家沟，走在这条200年前开创了陈氏太极拳的小山沟里，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敬意。我不知道在这些普通村民中有多少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我只是听说当地流传着喝了陈沟水都会翘翘腿的说法。陈家沟遍布着武馆，太极的字样随处可见，很多外乡人在这里驻足，少则一个月，多则几年，这都是因为太极拳的缘故。在这里，我拜访了陈氏太极拳第19世传人陈小旺先生。陈老师，我们常常看到太极拳的套路是很慢的，那么为什么攻击的时候又是非常快的？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它慢呢，是为了慢慢的形成，以丹田为核心，移动、全动、节节贯穿、一气贯通，为了完成这个运动体系。那么这个运动体系呢，能够适应客观条件变化。那就是对方进攻的时候，把他进攻的速度变成你的动力。你比方他突然推来蹭一变，他能把我推快。我的静止不动，我有这个运动体系，有丹田为核心，我在这没有动，他进来唰。第二呢，形成这个运动体系以后呢，适应客观条件变化，不失去这个海心，不失去海心，那么功夫的深浅、接受的速度和压力不同。比如说我四拜，他叫陈兆池，陈兆池，他有什么故事呢？过去走那个山路，羊肠小道啊，上边呢有强盗拿着杠，拿杠等。看人背有行李在下边过，人家不知道他嘛，他在上边，啪一杠把人打死，然后我行李抢走，那我四拜背着行李就跟他过，那上边呢，啪一杠就打过来，他根本不知道的嘛，这叫自然反应。对，人身上的表皮呢有胃气，跟神经连在一起，功夫深的时候变成自然反应，那杠一过来，慢动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快动的呢，唰，那个杠呢，啪打上去，把那个人打死，摔下来，就这么快。那他必须从那慢里头达到慢而不散，快而不乱。那没有这个慢而不散，没有这个建立这个运动体系这个过程，是不能够有那个快的效果的。这是必经之路，
从慢着手。啊、哦，必经之。第一点，嗯，光松是不行的。啊、哦，你比方，我这骨节，嗯，它位置不对，嗯，那能松下来吗？对，松不下来。对，首先到位，位置对。啊、那么才能松下来，动作要正确，对，这是第一。嗯，第二点，嗯，松多少，松多了也不行。对，举个例子，就好像骑自行车那个轮胎那个档，嗯，上得紧了，嗯，转不动了嘛。对，如果太松了，咣当咣当能行吗？也不行，确实是不行。松是为了协调，为了服务这个运动体系。嗯，不是越松越好啊、哦嗯？是不是松的太多了就变成了懈了？对，那叫丢、哦、丢了啊、嗯哦。那么在这个攻防这个当中，我们是如何去体现这个松的呢？对，你比方说对方进攻我了、嗯、我的太紧了，我的核心呢、嗯、就转不开了，它影响了，嗯，你要松开，松开才能转走，松的多了懈了呢，嗯，跟里边联系不通了，一下影响的中心呢在变，就不好变了，哦，松的不够，紧了不好，哦，松的多了懈了也不好，要恰到好处，恰到好处。从练到攻防含义、嗯、到健身，是一致的啊、哦，都是完整的，对啊、哦。简单的讲呢，就是以这运动体为基础，嗯，建立运动体以后，误差缩小到一定程度。这个动作呢跟内部协调一致啊、哦、不用着力，那么这就叫会显得轻灵啊、哦、这样讲呢观众恐怕明白不明白啊，对对，就仔细的讲呢，嗯，是吧，刚学太极拳的人，嗯，他练呢为什么不轻灵呢，嗯，动作不合格啊、哦、错了远、哦、不用先着力，那他能轻灵吗？对对对对，不能轻灵的。那么逐渐随着运动的合理化，嗯，啊，误差缩小，啊、嗯，误差缩小了，内气的流量它就会加大。嗯、当内气流量加大到一定程度，嗯，那就有量变到质变，啊，量变到质变，对，开始由外及内，啊，就是由外引动内部的过程。哦，也就是那么内气呢基本是能够贯通全体，嗯，内部贯通全体以后呢变成由内及外，哦，啊，对，内气流量大了才能做到，嗯，可以以意行气，嗯，以气运身，啊，内气不动，嗯，外形既然不动，啊，内气一动，外形随气而动，这样看随气就走了，对，它随着气动了，那、啊、它自然会看着轻灵了、啊。对对对，轻而不浮。那、嗯、有的人练呢，嗯、表面上看着轻松柔和，看滑而不实啊。那轻而不浮，嗯，沉而不僵啊，都是在一个运动规律，嗯、一动全动，节节贯穿，嗯、一气贯通、嗯、这个前提下在做动作，嗯，它才是看着轻灵。陈长兴太极拳十大要论说，上欲动而下自随之，下欲动而上自领之，上下动而中部应之，中部动而上下和之，手动腰动足动眼神亦随之动，如是方可谓之上下相随。做到上下相随，方能达到太极拳一动无有不动、势正劲整的更高一级的要求。上就是手、肘、肩、胸、腹，对不对、嗯、对。下就是髋、膝、踝、脚。脚，对。如果上下能够相随，嗯，就能够以丹田为核心，嗯，一动全动节节贯穿，啊、嗯，怎么叫随呢？首先定位，嗯，定位形成丹田核心，嗯，动的手以丹田为核心，上下牵啊，影响着上下一起动、嗯，
一动，丹田一动，手动，脚动，髋动，膝动，踝动。哦，处处都要动。对，处处都要动。那么它换过来呢，也是一动全动。哦，如果这地方走过了，啊、哦，这就过了，下边都睡不上了。这个误差就大了。对了，啊，就要往回收一点。一通百通。哦，一通百通。那么往这个地方它收多了，影响到下部了。对，下部也睡不上了。对对对。那怎么能变呢？你看，这里一变，给它路，下边也能动了。哦。如果躯干出问题了，一阳，它影响了上下，也不能够相随了。对。如果太紧了，太僵硬了，对，它也会局部影响整体。松活，全身都支持丹田。嗯。丹田又影响到全体。嗯，陈老师，那么上下相随在这个攻防含义里头怎么体现呢？它是叫做即首尾响应。嗯，即尾首响应，哦，即中间两头合子。哦，还是一个运动体系。哦，比如说一个人擒拿抱着我手了，嗯，叫个人来试一试啊。好，来，小军你来动，你可以掐着丹田，看我丹田有没有动。你来，你来弄我，掐紧。大家看，这不是掐紧，很痛的啊。嗯。你看我怎么动，这地方越动会越痛的，对不对啊？嗯。这个地方动，把劲传导到这个地方，看着啊，开始用劲吧，用劲，我动了啊，看。啊，我感觉到您这个丹田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一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折叠式吞吐的那么一个力量。对对对，胸腰折叠，丹田前后旋转。对对对对对。啊，非常明显，啪就出去了。啊，嗯，万法归一。嗯，归到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运动体系。嗯，比方擒拿合到这个地方了。嗯，这丹田呢怎么动呢？从这个地方动到这个地方。哦，一个整体。哦，那么抱着膝盖了，抱着腿了，怎么办呢？啪，这上下合。啊，还是这个核心。啊，抱着腰了以后呢，啪一下，好像始终都不离开这个核心。对，啊，一个核心。一个运动体系，嗯，如果运动体系不受到破坏，嗯，能够自如的变化，嗯，叫立于不败之地。平原、立原或者斜原。对了，它是为了适应各个角度的积极需要，就极大的需要。啊，哦，有时对方从前面进攻的，嗯，那么弧形呢，应该这样来的。哦，从后边进攻呢，闪是这样来的。哦，左边来呢，它也是这样，右边来是这样。哦，各个不同的角度积极的方法不同，为了适应各个角度积极的需要，所以变成前后左右。哦，也就是说，根据对方的这个攻击的意图来确定，我是用哪一种圆对来化解。通常脚在底下站的多一点。对，比方踢脚。嗯，他就蹬这样踢了。嗯，蹬脚就蹬了这样开。啊，其实也是在走一个一样的。啊，手和脚一样。嗯，肘和膝一样。啊，肩和胯一样。啊，核心在丹田。啊，我抬起来，嗯，它自然的适合里边，它这样，这就够了。直接就抬就可以。你看，它直接抬，它就是有球。对，对。它抬，它不是这样抬起来，对吧？抬，它真是有球。对。然后另外就换呢，就不需要啊，就故意去换。哎，那个不需要，你们倒步了，它也是这样倒的，它协调。嗯，不是有意去换，对，而是里边需要带动它走这个路线，就正好。你比方人立起来，它的关节呢没有余地。一推你就晃动了，对，搁到这个位置呢，嗯，放松形成这个丹田核心呢，嗯，各个关节都能有了余地，哦，保持这个余地，哦，形成这个核心，嗯，它进攻的时候根据对方来的角度，嗯，方向，嗯，来变换，啊，比方正面来了就这样变的，从左边来了这样变，啊，从后边来了那它就是这样变，始终都保持一个，始终保持这个核心，啊，核心。保证这个运动体系，嗯，能够维护到这个运动体系不受到破坏，嗯，也就是这个运动体系，嗯，能够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啊，
那就叫立于不败之地。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云石花，好好，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叫阳极，对，这个叫阴极，气到一个阳极，一个阴极，对。那么阳极生阴，嗯，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啊，那就变了。这个是阴极生阳，升上去了，气到背，这个是阳极生阴，气到腰，啊，到腰的位置。啊，你不要动啊，哎，看着啊，这个开关这手的关系。到这松松肩沉着气都在往腰去了、哦、如果停得到这它下不去，对，到这对气都往腰来了，到这个位置以后才一中心，哦，一中心它都带过来了，到这边左手为阳极，右手为阴极，哎，对对对对，这就对了、哦、松抬哎、哦、那么左手为阴极，右手为阳，左手为阳极，右手为阴极，阴极生阳，气到背；阳极生阴，气到腰，就又开始中心了。啊，又开始可以这个呼吸。啊，哎，这个确实是不光是走圆的过程，还这个阴极跟阳极的区分。对，也是。对，到极限就变。对对对，在这范围不能够过。对。啊，过了也不要紧，嗯、知道这种误差。嗯。我们练拳的过程就是缩小误差的过程。嗯。缩小了误差呢，气的流量就加大，太极拳的水平呢就会提高。圆和连贯说起来呢很复杂，其实呢万法归一，还归到这个运动体系身上。运动体系身上叫变，在这个太极球里面变，不要出这个界限，不要出这个界，手转到外边呢叫阳极，到里边呢是阴极，那么感觉气到阳极的时候呢就变，感觉到阴极呢就变，它一定是圆火连贯。如果走得过了，那误差大了，它就不能够连贯。那看起来复杂呢，它并不复杂，要缩小运动的误差，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从丹田动带动全体，在这个太极球里边变，到极限就变，它就连贯圆活。超过了极限，有了明显的误差，它就不能够圆活，也不能。你要说跟书法怎么结合，一个连住一个，还是连好连贯，动起来跟身法跟打拳是一样的。我常常跟学生们讲，我们练拳的时候呢，像没有拿笔在写字，我们写字的时候呢好像拿着笔在打拳，那么也就是笔等于手加长了一道，打拳的用法是一样的。拆招的练习方法就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因为动作呢绵绵不断，没有表现出来这个用法，那么就告诉大家呢，这个绵绵不断的动作它可以分开的，柔和的动作可以变发劲的，它的积极含义在哪？练拳时无人如有人，遇敌时
它的积极含义呢，右边来往左边转，嗯，左边来呢往右边转，啊、哦，如果中间来了，这就丹田前后旋转，用的时候呢变成这样的。那么这边这一转手呢，练的是慢慢的这样走，也可以变擒拿，嗯，对，如果对方的刀，嗯，那么空出夺刀也可以夺过来，啊、哦，也可以变高履，也不可以变高履，对，嗯，也可以变脸。哦、都可以变的，接受的方法。嗯、哦，那么这一提腿呢？嗯，蹬对方的膝部，蹬的。这一下去呢，往这边一去呢，砰，背折靠。啊、哦。或者肘都可以打。啊、哦。往这边一去呢，啪，撩掌。啊、哦。往这边一去，砰，穿掌。各种转换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用法。用法。转换是变化的过程。嗯。那么正脚呢？往地下跺一下干什么呢？这是打仗的时候，啪，对方摔倒了。嗯。摔倒到你脚下了。嗯。咵，找要害地方震一脚。金刚倒对是陈氏太极拳代表拳式，充分体现出陈氏太极拳螺旋运化、刚柔相济的特点。表现出辗转腾挪、柔化刚发的技击风格。眼手，嗯，掩护的眼，要一分，掩护的眼，啊，打一拳，哎，慢的是这样的打的，啊，这种力量出去，远拳。近肘贴身靠，嗯，远的时候这样打的，哦，看到这一个近了，如果对方接近你了，就得肘。哦，有两种打法。如果再接近了，因为肘要施展不开了，嗯，靠，肩靠，哦，还是一个动作，这一打，啊，远的呢就是拳，近的呢就是肘。宅进呢，啪，就是靠。根据对方的意图来分，对，积极需要啊，积极需要来分是拳肘或者是肩靠。就说三种呢，发劲是一样的。嗯。根据对方的近击的距离。嗯。远拳。嗯。近肘。嗯、肘。贴住声了，肘要施展不开了，靠。眼手攻拳充分体现了太极拳发力松活弹抖的特点。是传统陈氏太极拳中最具特色的招式之一，对敌时或拳或肘或靠随机应变。很多招数里面出现的勾手，比如说单边是右手勾，斜行呢是左手勾，嗯，闪东背呢在后边也是左手勾，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嗯，第一是防擒拿。防擒拿。对。哦。这个手呢，很不容易擒拿。嗯。这样手呢，很容易擒拿。对。这第一。嗯。但背后的含义呢？嗯。就是防擒拿。防止擒拿。那么另外一个作用呢是反擒拿。反擒拿。被对方拿住以后怎么变？哦。就是那勾手。化解，嗯，可以反拿对方的手，嗯，啊，对方伸手过来，一抓，唰，擒拿，这下边怎么办呢？啊、通常的起来，上这一个步，往这往那个地方上，上步，转身，转身，往哎对对，这化解了，对不对呀、啊？对，通常是这样的。对对对。可这样的化解呢，需要时间。嗯，它一个大的转身。对，再来。嗯我一抓你上步，我再一变呢，上步就步了，对，对不对？对，他就随着您这个必须得有这个时间控制住了啊、嗯。如果是用勾手来化解呢，嗯，就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哦。哎，比方你拿着我了，用劲拿，拿住了，对不对？嗯。我这就在这一转就好了。哦，直接用勾手就来化解。哎，你看这样拿吗？这样一勾，拿住了，这一变呢，哎，这手一勾过来。对，反倒将他这给擒住了。对，这并没有结束。嗯。比方我拿着他，你可以变。嗯。变一半的时候，我这劲。哦，又回来了。对对对。
我没有看清楚您刚刚这个动作，就是慢一点。别问他，他变了。嗯。变到这个地方。他变了以后。我和。您的手法是。和这个吗？哦，和他的手法。明白了。就他实际上是这么做的，但是您这手往里又合了一下，对，又合到这个碗了啊，合到他是这手腕上去了啊，合着这个碗还能够变，哎，再来换个位置，你拿着我的手，然后呢，我变，你合着我，嗯，合着碗，嗯，合着碗一个方法呢，一下变，啊、哦，往下，一下子合着，啊、哦，另外一个是方法呢，合着碗，我呢，合着，用劲，我呢。一伸到这个位置了，而总归呢，你的运动体系只要不被破坏，嗯，只要能变化，嗯，任何招数都是为了打击这个海心，哦，能够保护这个海心都能够变化，啊、哦，千变万化不离其宗，不管是打击的、擒拿的，这一样、都一样。陈氏太极拳中的勾手手型有防擒拿与反擒拿的含义，体现了陈氏太极拳独特的擒拿技术，并不是开始就要按照用法来做，分三步把每个动作搞清楚，就是第一步，第二步动作熟练以后一气贯通，缩小误差，形成运动体系，这第二步，当动作和一气贯通练到身上，不思而等，就不用想就可以达到了，才能讲拆招。这个练功的方法，身形不一样，思维不一样，那么他的绝招也不一样。比如说第十二代陈静板，他是善什么呢？他善打肘。那第十五代陈庚允，他善什么呢？善迎门靠。教呢不是教绝招，你这绝招教给另外一个人，他不一定学会。可是他通过这个科学的练功方法，他可能练出另外一个绝招。这边下，这边不要。步子大，步子小，架子高，架子低，根据当时的心情，记住这句话，不要影响本能，发挥自己的本能，加上太极拳本身。白鹤亮翅也许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招，其实白鹤亮翅最早在陈氏太极拳中被称作白鹅亮翅。陈氏太极拳第十六世传人陈新在陈氏太极拳图说中对白鹅亮翅是这样解释的，如白鹅之鸟舒展羽翼象形也。至今陈、武、孙、何都沿用白鹅亮翅的叫法，而杨、武两世改为更有美好寓意的白鹤亮翅。据我所知，各个流派对于这一招的拆解方法都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白鹅亮翅动作是这样的，合手分收脚。白鹅亮翅的积极含义主要有两个，第一呢，比如说对方起拳打拦，那个拳打一拦，那么上去提膝顶裆，这是一个用法。其次呢，同样是两个手，一个手打他，那个手靠下，靠下打的时候，上步用肩靠，主要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分手提膝，一个是分手紧靠。完，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从太极拳的发展史一直是波浪式，
所谓波浪式的，有的时候高峰练起的人多，练的水平高；有的是低潮，练的人少，水平低。那么失传和不失传，不是一个套路。编一个套路不难，一天就可以编个套路。关键是练功的方法，练功的火候。练功是学人规矩，不能学人情。有了规矩，就是练功的方法，练功的火候，有这个东西。要千回婉转多多业，功到数是翘子生。每一个老师，他是用一样的练功的方法，他练出来的招数、巧招、绝招不一样。不学太极拳呢，一定要着重把动作搞清楚，明白他的要求，更重要的明白是要在有意无意之间，50%有意，50%放。关键的不要影响自己的本能。很多人被规矩绳束，一定要能够发挥自己的本能。这些要求是更好的挖掘人生的。太极拳功夫中的柔是内力冲贯下的柔，无丝毫滞重，无刹那间断，外观如行云流水，内查却柔韧刚强。作为一门武术，坚刚是技击的必要条件。那么太极拳的刚又该如何理解呢？所谓的刚呢，就是发劲。刚劲呢跟这将劲有什么区别呢？它是一动全动，一气贯通，这种劲呢叫刚劲。比方做一个发劲的动作，腾，从丹田这个劲，腾，腾，这个劲，两种感觉区别出来了。对，刚劲就是一气贯通，节节贯穿，把全身的力尽可能的100%发到一个点上，叫刚劲。棚履几按踩裂肘靠八种最基本的手法，称之为太极八法，它是太极拳所有拳式的基础。太极拳技击离不开这八种劲力。那么太极拳的发力有什么独到之处呢？陈老师，每次看陈氏太极拳发力，让我觉得就是它很显著的一个特点，而且特别好看啊。你要发的松活就好看了，然后发僵了就不很好看。对，发力要论特点来，我可以这样讲，是松、活、弹抖。这四个字呢，一下子要很难理解。进一步讲呢，就是把身法放好。没有发力之前呢，全身是放松的。放松呢，也不能太放松。每一个肢体搁到合适的位置，比方说胳膊和手抬起来就够。那么要多用劲呢，会跟内气形成阻力。不抬起来，不放到合适的位置又不行。就是既能放到合适的位置，又不多用力。这就是松的比较合适。在这个前提下，在每一个部位放的合适，自然就会形成丹田的核心。动起来呢，由丹田开始，带动全体。那么它的劲呢，就会有腾、松、活，有弹抖这个效果。明显有一个弹抖的感觉。一个手，一个手，腾，两个手，侧面一样的。发之前是松的，那么发的时间越短越好。他这个发力是不是都是从丹田、从腰部的这种力量出来？对，一个运动体系。著名的太极拳家陈新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太极者，刚柔兼制而浑于无机之位也。刚柔之性如弹簧，弹簧之柔韧曰柔，弹簧之弹颤曰刚。
柔而不软，刚而不僵。太极拳以刚柔见长，有关刚柔的理论是太极拳立足之根本。所谓的刚呢，就是发劲，所谓的柔呢，就是慢的动作，慢的动作，变换的动作，啊，刚中有柔，嗯，柔中有刚，对，纯刚无柔，嗯，不为剑，嗯，纯柔无刚呢，是空的，啪，这是怎么回事呢？嗯，他这拳打过来呢，我首先躲过他的拳风。啊，首先要躲过拳风，这个过程呢就叫柔。哦，已经柔化了。对。啊，力量柔化了。这个地方就以柔克刚。嗯。啊，下去呢，就虚发相变。哦，这个时候下去的时候，那个是刚的这种体现。对。对。变化转换这一时，嗯，叫以柔克刚。哦。下边呢，我以柔克刚的过程，嗯，就叫虚，嗯，虚劲，嗯。我不是这样，它要没了。对对对，对不对？对，它来的我一虚，对，下边烫，要虚发相变。哦，虚和发互相变化的。刚柔相济，实际它是讲劲力。我们在练拳的过程当中，你一个动作的形成，它是从不用力，也就是说从柔开始，到逐渐的用力，到你的利用力的顶点，这是刚的出现。那么从它的转换，又从刚的顶点到逐渐逐渐的减力，到最后完成。所以你看，一个动作当中就包含了劲力的变化，只有这样的去理解，才能逐渐的达到了刚柔相济的水平和效果。还有那个以柔克柔，以柔克柔，对，那对方呢不用劲，那我也不用劲，嗯，看两个人谁的柔化水平高啊。如果一个人的柔化水平高，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变化，嗯，那么呢再抓住对方的核心啊，再用劲发力，这叫以柔克柔。以柔他柔我比他还柔、啊、他很轻来了我能引着他变、啊、以柔克柔，他轻轻探听我的劲，你进攻我、嗯、我呢轻探听他的劲、最后呢抓住他的要害地方。他这个地方也是在推，他在探听我的劲、哦、他在也在探听你的劲，对，他在柔、啊、我也是柔，我柔中变化呢、哦、找着他的要害。哦，这属于以柔克柔。对，本来是以柔克刚，怎么变成以刚克刚了呢？对呀、啊，有的时候嗯，会同时发劲的，两个人同时发劲，对，有的时候发劲会同时的，嗯，那就是看谁的刚劲质量好。哦，这样的。对，那不是会两个人如果以刚克刚的话会相顶吗？这种如果对方的质量差，一下就给打散了，他现在刚劲，对，在我们两个同时发劲的时候，同时发劲，比方你现在发劲了，来，他发劲了、哦、我也发劲，腾一去，就您的比他更刚，对，看谁的基本功扎实啊、哦、那么一个强的一个弱的，嗯，一样是刚能克刚。刚刚听您这么讲，是从这个以柔克刚当中变化出好几个层次。对，以柔克刚是个基本的，嗯，但是不是全面的啊、哦？有的时候很多地方用以柔克刚，嗯，还有一些部分呢，不是用以柔克刚的。之前老是听到说以柔克刚，但是像您提出来的以柔克柔、以刚克刚，还觉得是很新鲜的一种感觉，对，从而也让我知道这个从以柔克刚当中可以变换出更多的一些攻防的一些变化。可见太极拳中的刚柔需要辩证的看待，以柔克刚不是绝对，以刚克刚、以柔克柔未尝不是制敌的手段。太极拳就是这样，看似充满矛盾，却又能完美的统一。
刚柔如此，快慢如此，动静亦是如此。以静带动呢，就是对方来得近呢，感觉到他怎么来呢？嗯，我从哪个方向、哪个角度，怎么来调节变化？啊、哦，但是呢，它不是绝对的。哦，不是绝对的。对，你比方已经带动，嗯，你也已经带动，我也已经带动，嗯，那咱俩都不动，那能行吗？对，就没有对抗了。对，嗯、还有出奇制胜呢。啊、哦，找着对方的中线。弱点、虚弱的地方可以首先进攻的、嗯哦、不是一定要已经带动的。嗯，比如说我跟小饼，一上一合进，都在等待对方的动向，对不 对？对。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地方弱了，嗯，这个地方气不够，我看着中心在这个地方，我就啪也可以下去。哦，突然袭击，突然袭击，对，啊、哦，您先变化有一个进攻，啊、哦，就不是一直已经带动的，啊、哦，他没有动，我也可以动的。藤缕几案裁裂肘靠，八种最基本的手法，称之为太极八法，它是太极拳所有拳式的基础，太极拳技击离不开这八种劲力。旁这样的手法呢叫旁，嗯，捋呢，对方按进来以后捋，嗯，旁捋挤呢就是用侧面，嗯，进击对方叫挤、哦、按呢双手推，或往上一点，或往下一点，或平的都为按，都为按，哦，那旁捋挤按，哦，踩呢跟捋一样，嗯，就是朝下，啊、哦，朝下。对方有时候他按的劲呢偏下，嗯，那么随他朝下踩、哦，好像踩着东西一样。哦，裂呢裂开了，嗯，啊，对方寸劲，对方一接住，砰，我、嗯、往这边，砰，嗯，啊，靠呢，用肩部、背部、嗯、胸部，嗯，打击对方都叫靠。啊、哦，往前打呢，砰，叫前肩靠。嗯，往后打呢，砰，这叫背折靠。哦，旁捋挤按踩裂肘靠，它互相变化的。哦，那么在这个用法当中，它是如何用的呢？推手，它是从散打过渡过来的。嗯，你先打一拳过来，啪，打一拳啊。嗯，我这呢，啪，打一拳，接住，嗯、这推手过程。推手过程呢，我们两只手都站住了。嗯，他一转身，用肩打，打，哎，这叫挤。挤呢，我的本身呢？维持我这个运动体系从单点转动，那么对方打击的方向呢就变了，他变旁，我变按啊，一个按呢蹬，嗯，他呢捋，也是保护这个海鲜呢，嗯，把我的力点引向那个方向啊，捋，捋，那么我推空呢，我怎么改变我这个力点呢？嗯，我这一变啊，又变回来啊，保证这个中心呢，我变挤。啊、哦，始终保持核心。对，我这一挤呢，他这一送，挤，哎，他这变，嗯，哎，我这变呢，捧，嗯，捧，捧可以捧出去，嗯，他呢也可以按到我中心，我这呢变捋，你看，我变捋，他那变挤，挤，这是一个周，捧捋挤按，踩呢，我平呢叫捋，往下呢就叫踩。对。裂呢就裂开了，嗯，哎，点点击、嗯、两个人呢分开了，哦，裂，肘呢，凡是用肘的地方转到这，嗯、这样用肘，啊、哦，哎，这一转，穿心肘，啊、哦，不管是横的竖的，嗯，只要用肘部打的都要肘，啊、哦，踩了肘靠，嗯，躯干打的都叫靠，比方到这，小军用背打我。这叫背折靠啊，背折靠。我这一纱布蹬，这叫前肩靠啊，前肩靠啊、哦。只要用躯干打的都叫靠啊、哦。要棚捋脊干踩来这个互相变化，嗯，互相应用。哎，上面叫这里地儿落空，啊、下边叫这地地儿把盖。刚呢是发劲，嗯，大家都知道的啊。嗯，
柔呢就是变化，变化不发劲。哦，那么对方在用劲的时候呢，嗯，我们呢用柔化的办法呢，嗯，改变对方用力的方向。嗯，对方是照我们的中线，嗯，来的，嗯，我们改变了对方用力的方向呢，嗯，就把他的劲化解了，这叫柔化。啊，那么在对方失去平衡的时候，嗯，我们的刚劲来发，发他的合适的部位，嗯，这叫柔化刚发。啊，小军推我了，嗯，推我他推我的中线了，推我再看我这核心呢，嗯，在这里推我，推我推。哦，不能跟他硬顶。他的力点呢，不到我的中心来了。啊、哦，这个过程呢叫柔化。啊、哦，给他柔化掉了。那么他柔化，他的力点到这姿势不对了，嗯、我这刚呢在这呢，嗯、下拳。嗯，我这一拳呢，这叫刚发。就柔化的过程当中，然后力量没有了，给他都已经牵引出去了，啪，给他发力出去。他柔化，他要进入我的中心。嗯。那么我呢，变化牵引他的。用力方向啊，不到我的中心，到另外一边去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失去了中心啊。所以说，我牵引他的过程呢，嗯，是我虚劲的过程。虚劲的过程。对，嗯、他失去中心，我虚劲了，那么、嗯、一发，突然发力，就发到他的要害点。在柔化的过程当中呢，变成虚劲啊。在对方失去平衡的时候，变成发力啊，正好体现了一个一虚一实的一个变化。对。哦，原来是这样体现的。对，不是首先要打人，嗯，首先要化解它，保存自己的运动体系。嗯、陈老师，那么在太极拳当中有一句话叫“牵动四两拨千斤”。不光是我相信广大的一些观众或者太极拳爱好者都是对这个是觉得带多多少少是带一些神秘的。嗯嗯，您是怎么去理解的？啊，是这样的。嗯，你说牵动四两拨千斤。嗯，它是不是四两呢？嗯，那也不一定正好四两。对，就是很少的力量的意思。对对对。啊，是不是千斤呢？那也可能500斤。嗯。就是很大的意思，对，用很小力来转换很大力的方向，嗯，这个意思，嗯，那么怎么转换呢？比方说他有千斤，我那这些拨呢，嗯，那100斤也拨不动，对，对不对？对，他一打我一用劲，我是呢，随着他用劲的力的方向，只是动我的海力跟他走，哦，所以这样用力就很小了，嗯，不是硬去拨他。二是根据它的劲力方向，我内动随它走，就很轻，很少的力可以转换动比较大，达到这一效果。所以只要扎扎实实的练习，不断自我感悟，太极拳对于你将不再神秘。所谓神秘的东西，就是里边搞不清楚又有特殊效果的地方。那当你搞清楚了，系统化了，叫科学。太极拳也不例外。比如过去语言问题，啊，由松入柔，肌肉成钢，错不错？不错。那初学的人不知道是什么，那又能把人啪打出去，对不对？又能健康长寿，又能把人打出去，里边究竟什么东西呢？搞不清楚，那就变成神。如果我们把里边搞清楚，系统起来，那叫科学。啊，现在我讲这个一个运动体系，3种运动形式，如果大家感到能够听明白，系统起来了，那么我就是把太极拳由神秘转入科学，往前推进了一步。与众位太极拳名家的对话告一段落，神秘的太极拳似乎已经在我的旅程中逐步被揭开了面纱。是真的吗？不，这仅仅是开始。一句"秘在揣摩"，表达了所有太极拳爱好者的心声。
探索太极拳的奥秘就像打开一扇一扇的大门，在门外的时候我知道里面的风景很美，当打开一扇门以后又会看到新的门，但我们都享受其中。矫情的人呢，把思想放开，不要盯到别人的血汗身上，要盯到空白，让不知的人知道，内参与参与。宣传部门呢，做出大量的工作，我想，一天比一天会有更多的人了解，一天比一天更多的人参与。